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，而且高温炎热，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。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31到35度，台北新北31到36度，桃园31到35度，新竹30到34度，苗栗30到33度。中部地区台中32到35度，彰化31到34度，南投云林跟嘉义都是31到35度。南部地区台南31到34度，高雄32到34度，屏东31到36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31到35度，花莲30到33度，台东30到33度。外岛地区连江28到32度，金门30到34度，澎湖29到33度。